太担心，因为北京毕竟首都嘛，我相信政府肯定能做好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咱们中国现在这么强大，这点疫情应该不算什么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跟你如果说真是疫情到了，该封的还得封，是吧？为了咱们的安全嘛，你赶上了也没辙，这个东西谁也不想得，是吧？你封了就是为大家都好，也是为了疫情更早的那个什么，是吧？消灭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咱们国家做的挺好的了吧，也没有什么太大担心，根据国家的安排，咱们自己来做好防护吧。啊，还是主要是自己做好防护。因为这个一吃的喝的咱们家里都自己也准备好了，再者说我看政府也发这个新闻了，说这个物资什么的储备的挺全的啊，会大力供应的，一个这个也不用担心。